今朝我一幅画是快速画法，38分钟完成。搿幅画呢，主要是光线从正面的上方射过来，构图比较是简单。我用的笔呢是笔的笔，那么搿幅画处理呢，是画一种形条，主要是两颗字，光线从正前方的上面迎面射过来，所以前景的地浪才是投影。现在我们呢就是远近的树，那以特指我们一个草地分开来，这个是前景的投影，还是用笔的笔来画。那么这个投影呢，主要是用颜色呢，是用 lavender， 就是薰衣草的颜色，再加上蓝，再加上绿，再加上暖的色调。那么在草地的前面呢，是一块泥地，就是现在画的，主要颜色呢是土黄，我用的呢是。里向有台湾，啊，有拿破仑王。现在我主要是两颗正面的两颗树，还是用笔的笔来处理的。搿个树的枝干呢，就是。有虚有实，这个是树下面的投影，也就是辣中间的搿块草地上的影子。这个是树下这个根的部分。现在我的是这块泥地特指前面这块前景的地之间的分隔线，不需要画得太实。这个地方再加深，这个地方也再加深，因为光线辣辣前方的上方的正中央，透过树荫向前面射过来。整个画面含水比较丰富，前景投影之间搿受光的地方，再稍微加眼暖的色调，再强调一下搿条边。搿张视频呢，是我整个38分钟的全过程，我没做任何裁剪，只不过呢压缩到6分钟。现在再拿线的树枝稍微刻画一下。
搿幅画是没打草稿的，直接上颜色。好，全款完成。总的色调呢是六个色调，再加上蓝个、黄颜色的色调，是搿幅画的主要的表现的目的。不过我没配背景音乐，我自家做一个绘画过程的解释，把自家做一个记录。谢谢，拜拜。